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31面啊，431面第一行，经文啊，令众欢喜，一令大众闻是法义，得大善利，能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这是佛陀教导这个法藏比丘，啊，前面他遵从佛陀的教诲，认真学习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一真庄严，同时佛以神力将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，让他了夜夜都看清楚了，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啊，他所成就的极乐世界确实超过诸佛一切刹土。他到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所，啊，向佛报告，啊，无界修行成就不可思议。佛赞叹他，告诉他，现在机缘成熟了，啊，你应该把你学习的要做一个详细的报告，啊，这个报告呢会令大众啊听了都欢喜，啊，更希望的是法会里面这些大众听了你的报告之后
得大善利。啊，这个善利是能于佛刹修学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啊，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。令众欢喜，一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利。这几句经文表如来劝令宣说，啊，就是让法藏菩萨提出报告，普利大众。大众这两个字，广设当时会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，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天人，同时呢还广设啊，同时即未来世之一切凡夫，二乘于菩萨，挂壶里的说，今天我等凡夫也在其中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展开无量寿经，就是参加阿弥陀佛这一次在世间自在王佛大会之中，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设法界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世尊的十宝土是华藏世界，弥陀的十宝土是极乐世界。在十宝土里面，没有时间、空间限制。啊，所谓时间、空间是假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白法明门》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它是24种不相应里面的两种，时间、空间。不相应行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法不与心法相应，不与心所法相应。也不与啊，也不是无因而起的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叫做抽象概念。啊，有没有抽象概念？但它不是真实的，它是假的。啊，假象。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，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佛说的很清楚，是自心现量，啊，是我们的真心现出来的。啊，自心现量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的相续，前面的相跟后面这个相完全相同，这叫相续。啊，我们前面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完全不相同，而什么呢？相似相续，不断之物啊，这个幻象啊，
抽象概念一个接着一个接口接着，其实它根本就没有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我们如果要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有个概念，对我们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帮助我们放下万缘，帮助我们明心见性。啊，是很不容易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。啊，就是四句话。诸法实相，自心显亮，相似相续，无断之无，这是六个字，好极了。啊，如何去观察呢？我们要记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啊，佛问弥勒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心里头起了个念头，哎，这个念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时。啊，佛的话是几念几相是也。佛问了三个问题，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有多少个细念，有多少个相分，相分就是物质现象，时是精神现象，就是念头。你看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，弥勒菩萨的答复是一弹指，啊，破手弹指之间一弹指，有32亿8000年，啊，32亿乘八千，八千是10万。啊，32亿乘10万，得出来的是320兆。320兆，这一弹指，每一个念都有些像，像是什么呢？就是慧能大师说的，能生万法，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，就那一念当中就圆满了，没有先后。啊，它很快就消失掉了。啊，你看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就是320兆啊。啊，八千是10万呢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，啊，这地球上科学家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以前呢是想大概是5次吧，有人告诉我不止，可以弹到7次。我相信，我年岁老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。能量差了，啊，年轻人身体好的可以弹7次，那320兆再乘7，这就一秒钟的数字，一秒钟多少？320兆乘7，2240兆一秒钟。一秒钟2240兆的这个高频率在哪里？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不到，一丝毫的感触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它太快了，我们无法感觉到。这是事实真相。宇宙怎么来的？就在一念当中来。啊，妄想怎么来的？也是这一念来的。
啊，这一念产生整个宇宙。啊，一念记住，是2240兆的40兆分之一秒。啊，2240兆分之一秒。我们学大乘的要有这个概念，这是佛说的，绝对不是瞎话。所以整个宇宙是个幻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物质现象是虚妄，心理现象是虚妄，自然现象也是虚妄。啊，真相呢？真相是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真相了，万缘马上就放下了，放下立地就成佛了。这样，我们要问：六祖当年接受衣钵之后就逃难了，躲藏起来，追他的人很多，想把这衣钵夺回去。啊，真的被慧民追上了。啊，慧民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。古时候的将军都有武功，完全靠武功。取得将军的资格。啊，四品高级将军，不是普通的。啊，品级一共分九品的，他是四品。在现在讲的上将军呢，真的是至少是少将衔的。那么他把衣钵追来了，没办法了，把衣钵放在石头上，自己藏起来。啊，慧明看到衣钵欢喜，去拉拉不动。啊，这个人也很聪明。立刻就警觉到了，五祖不是糊涂人。啊，慧能是真正能够接受大法的，护法神保佑他。啊，四品将军居然这个衣钵拿不动，马上就改念头，就求慧能。慧能大师啊，请他出来，我是为求法而来的，我不是为衣钵啊，实际上他真的是为衣钵，为求法身，现在立刻这个念头动了，我不求衣钵了，我求法，请你出来啊，既然是求法了，慧能出来坐在石头上，他跪在地下。能达斯告诉他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啊，把善放下，善念放下，恶念也放下。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”问他这句话，他立刻就醒了。啊，就真正是我刚才所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他真把它放下了，这一放下，就其如境界，什么境界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放下就是啊。
啊，放下，我平常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多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，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成菩萨了。啊，单单放下执着，还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，就是阿罗汉。啊，正果不是说念多少经，啊，念多少佛号，啊，拜多少佛，不是，与那个不相干，与放下有关系。你放下多少？啊，完全放下了，丝毫不留了，就成佛了。回归自性，自性里头一法不离。就明心见性了，不难呢。慧能大师一生，在他麾下，受他教诲而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慧明是第一个了，第一个开悟的。啊，所以不能不放下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我们认真，以为它是真有，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就是2240兆分之1秒，连续不断的幻想。这就是全宇宙啊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是假的啊。海鲜老和尚教我们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成佛就是明心见性，这是真的啊。大彻大悟，明心也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，其他的这个全是假的，包括佛法，事法佛法都是假的，都不能着。啊，佛是善巧方便，用佛法来对付世间法，你要执着佛法真有就完了。啊，世间法是病，佛法是药，药到病除，病好了，病好了药要不要了？不要了。病好了还吃药，不又生病了吗？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也不能想，不能要。啊，不可以执着，不可以分别，不可以起心动念。啊，佛法都不要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何况世间法？这就成佛了。你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，啊，当下解决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还差什么呢？还差我们没有真放下，就差这一点。为什么不能真放下？我们对这句话还有疑问，这个疑问很微妙啊！如果没有这个疑问的话，我们像慧明法师一样马上就成就了啊！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啊，现代人每一个人都受科学的影响啊，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，哪一个不受影响？啊，什么影响？怀疑的影响。科学叫人头一句话怀疑，可不能相信。啊，那么佛法大乘跟中国传统的三教儒释道都不能怀疑。
怀疑，你就不能欺辱。啊，佛来教你，孔子来教你，你对他有一点怀疑，你就不能欺辱。啊，决定不可以怀疑。我们受科学这个洗礼，这个病根如何对治？那就是怎样培养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所以我常常用古圣先贤的方法帮助大家。我们的信心从哪里建？从这中国老祖宗说的人心本善啊，还把这个写在《三字经》的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啊，我们细心观察婴儿，从他出生到100天啊，我很认真地去观察他啊，这个小孩还不到100天，才3个月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你看他的动作，啊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他也不认生，啊，还不知道谁是爸爸妈妈，不认生，完全是天真。你看他对一切人，那个面孔的笑容。那不是装出来的，啊，不是从分别执着流出来，那是本性，就是他丝毫污染都没有。100天之后就会受一点污染了，他什么是他，哪个是爸爸，哪个是妈妈，他认识，他就被污染了，他就有分别心了，啊，妈妈抱他欢喜，别人抱他的就拒绝，这就污染了。啊，这本性就失去了，用什么性？用习性。本性善，习性不善，习性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本性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这个婴儿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你从这里观察的时候，你就相信佛法所说的。我们要找证明啊，这个婴儿不满100天就是证明啊，没人教他啊，父母对他的爱真爱啊，他对父母纯正无妄啊，所以我们相信人性本善的、啊，决定不能怀疑啊！啊，本善就是佛性，本善就是真心，本善就是佛经上常讲的第一义谛啊，真如自信啊，能生万法啊，能生全宇宙，佛法里面讲的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？一念，一念当中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阿赖耶的一念，阿赖耶是妄心、生灭心，所以通过阿赖耶，就本来是不生不灭，全变成生灭法。有生有灭，十法界里头的一切法有生有灭，一真法界里面的一切法不生不灭。为什么？它没有阿赖耶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见智，就是转八识成四智，那就是明心见性啊。他们住哪里？住一真法界
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明了，时时刻刻要能够提出关照啊。当我们起心动念就想到佛经上这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想起老和尚这句话啊，闲公老和尚、海鲜老和尚啊，只有念佛这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这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这你算是正知正见，你没有看错啊。这一生你去努力，时间没有长短，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，慧明法师就刹那之间念头一转，他就明心见性，他就成佛了，多快啊！啊，那真叫分秒必争啊！这是一念之间回头了啊。所以慧能大师用了善巧方便提出这个疑问，他马上就解决了啊。一个人善念断了，恶念断了，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啊，这就是明心见性的。迷悟是在一念之间的。我们习气太重，外面诱惑力量太大，啊，经不起诱惑。所以烦恼一念接着一念，烦恼起现行，真智不能起现行，要把烦恼断掉，那个起心动念是真智，是智慧啊，是自信里头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才能彻悟啊。啊，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肯定念老的注解没错啊，大众里面包括未来世一切凡夫，那就包括我们在内啊。这里头还有二乘，还有菩萨，二乘声闻缘觉，这挂乎今日我等凡夫啊，一切在其中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因为当时那一会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我们确实是在这一会里头普令大众得闻呐。啊，法藏菩萨做这个报告，让与会的大众听到了，都得受用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的学习班，啊，我们无量寿经，讲座这个学习班，每个人把他的学习心得做出报告。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学习的成就啊，同学们听到之后互相观摩，互相提升，皆大欢喜啊。普令大众得闻，
闻了有什么好处？发愿求生净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啊，净出生死苦海，这个净快速啊！一般84000法门修行，真的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，这个太快了。慧明大师给我们示现的，一句话当中他就悟入了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当然他有善根，我们听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明白？我们看到慧明开悟了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开悟？啊，这就是慧明法师在那个时候真放下了。啊，能大师教他，不思善，把善放下；不思恶，把恶放下。我们这个经上。清净平等现前了，啊，清净平等心马上出来了。我们今天念了清净心，心不清净啊；念平等心，心不平等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欺辱，人家就能欺辱。啊，问一句，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他就觉了，清净平等觉。他怎么开悟？就这开悟的。啊，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一下明白之后，他无量界的问题、迷惑颠倒的问题解决了，没有了。啊，马上转了个念头就护法了，护持慧能大师，让他安全找个地方去躲避。啊，后面追赶的人也追上来了，他告诉大家。这个路我已经看过了，没有啊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，让他平安啊，脱离这个追赶的队伍啊。我们读经看经要会看啊，像这些地方都是关键的所在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？回过头来检讨自己，啊，我们听了这么多经，读了这么多经，啊，学佛几十年了，没放下嘛，啊，还在原地兜圈子。佛没有过时，经典没有过时，法门没有过时，过时是完全在自己。啊，疑虑之心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啊，念念还有个我。啊，能大师这里不但是我放下了，法也放下了。啊，是法放下了，佛法也放下了。那叫真正的佛法，佛法是觉悟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佛法，通通放下了。所以很快，你看眼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
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脱离了十法界。生死苦海一般是指轮回说的。远一点呢，就包括了十法界。十法界有变异生死，六道除了变异，生死之外，还有轮回呀，还有分段生死啊。六道里头有分段，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阶段，死亡之后又投胎啊，永远不间断呢，所以叫生死苦海啊，就是六道轮回啊，能够很快就超出生死轮回了，故令大众欢喜啊，哪个修行人不欢喜，这样快速成就啊，禅宗那种顿悟我们没分悟，明有份，他的因缘具足，当下成就了。我们听六能和慧能六祖跟慧明谈话，看这一段记载，我们不开悟啊。那是我们不是那种根性的，这种根性一般讲上上乘人。慧能大师坛经上自己说的，他度的对象是上上乘人，上乘人都不行，要上上根人啊，才能得度。那净宗就出生了，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通通得度。他用一句佛号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要相信，像海贤老和尚真相信，真相信真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不间断。除了睡觉，醒过来佛号就接起来了。工作不妨碍心里念佛。工作也不妨碍心里念佛，待人接物都不妨碍。我见到一个人呢，张家大师，他是持咒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你细心就观察，他口在动，没有声音。他给我们谈话，他开口，那个念咒就断了，给我们谈话。谈完之后呢，他就又接起来了，很快很自然的，他成习惯了。海贤老和尚也如是，海贤老和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生活没有把他丢掉，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，工作他的工作是种田，是利用劳动，所以
劳动那一些动作都是熟透了的，不需要用思考，所以他没有思考，他心里一样念佛，无论干什么佛号不间断啊，他是默念金刚持口动，没有声音。啊，心里面念佛，口里不动，叫默念。啊，口动没有声音，这叫金刚持。啊，92年不间断的。啊，他有没有得大彻大悟？有。什么时候得的？我的估计是40岁前后得到的。啊，比不上慧明啊！慧明是当下，2-3句话就解决了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要上上根人，普通人没有。像我们这种普通根人，佛号管用。啊，老和尚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句佛号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啊，我相信40岁是20年的，20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个境界跟六祖慧能相同相等的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这种根性不是上上根人，哎，给我们10年20年我们能做到。啊，那么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一般3年就可以了。念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，啊，现身给你看，你见到佛了，佛会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久，还有多少年。等你寿命到了，啊，佛说我来接你，啊，你自己知道有把握了，啊，精进不懈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，可以提前，啊，我还有寿命，我不要了，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去，佛很慈悲。大多数佛都带走了，啊，还有少数像海鲜这种人，他不怕苦，他不怕人家对他羞辱，他能做好榜样给别人看，啊，这种人呢，佛要把他留住。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，做好榜样给别人看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大乘佛法的实践者，把大乘佛法做出来，生活当中做出来，工作当中做出来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做出来给人看，啊，这叫表法。啊，表法的时间没有长短限制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长的寿命呢？我不以为然。我认为他老人家寿命应该也是70-80。啊，不是这么长。那这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把它延长的，啊，这是佛力加持的。延长干什么？做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。
给净宗同学看，做榜样啊。不可思议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也能发心。发这个心，佛就把你寿命延长。我们不是因为延长寿命而发心的，那个发心是自私自利，得不到佛力加持。发什么心呢？众生太苦了，太可怜了，眼看着这些众生造业受报，将来到哪里去都是三途地狱，这不人性啊。我们发愿住在世间，做一个好的学佛的样子，做一个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样子，让大家起生起信心，都能够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这种愿心是为众生，是为正法救助。自然就延长了。延长多久？与这个世间众生的缘分。还有缘分应当延长。没有缘分，什么叫没有缘分？这人不听你的。你怎么表演，人家不理会你。那就缘分尽了，缘分尽了，随时可以走，自在往生。一般功夫成片的人，要真诚心哀求，我舍寿，寿命不要了，我求往生，佛会来接引你。佛不会施约的。你叫他，他真的来。你请他现身的真现身，真带你走。这就是净宗比禅宗殊胜呐。禅之度上上根人，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呐。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都有分，都能成就，而且一生成就，只要你真心，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信四十八愿是真的，字字句句都是真的，信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，我们求往生，他哪有不欢喜的道理？他虽然是面对着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，一个也不漏掉，不要以为佛把我忘掉了，不会的，人会忘掉，神或者可能忘掉，佛不会，佛与大菩萨绝对不会忘掉。经第一次太深，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，
啊，尤其新夫妻造，海鲜老和尚的光碟清楚，多看，看个30遍、50遍，味道就看出来了。啊，那个时候你就欲罢不能了。啊，像刘素云居士一样。他提出报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已经看了1600多遍了。他告诉大家，越看越欢喜，遍遍有感受，有受用，法喜充满了，永远看不厌了。那说又是真的，啊，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没有通过阿赖耶识，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一令大众闻法得离，普法弥陀之愿，学法藏之所行，摄取佛刹，满足大愿。听这部经，学这个法门，法藏给我们表法。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啊，发心供养极乐世界，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净土，不求人天福报。啊，学法藏之所行，他行的是什么？满足大愿，摄取佛刹。啊，那么我们要学48愿，我们以48愿光大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就对了。净引疏曰：“法藏自说即愿，令诸菩萨学之同法。”这就是真实利他了。我们今天接着要看第6品，就是发大誓愿。啊，这第6品这一品是全经的精华。啊，是无量寿经的精华篇。啊，你要想了解极乐世界，认识极乐世界，这一品经学了之后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学会了之后我们要发愿，跟阿弥陀佛同愿，同德同行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。啊，海鲜老和尚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记在心上，他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。根什么？命根。我的命根就是阿弥陀佛。
啊，肯定认真，阿弥陀佛是我自己的命根，你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吗？啊，肯定我生了。法藏自说机缘，啊，帮助一切菩萨同法四十八愿，就这个意思。又会书云：“菩萨闻之，自发勇猛心，比及丈夫我一耳啊！彼法妙愿，我不二乎？故能。”原之满足大愿也。啊，我发，我学了四十八愿，我发这个愿。每一个学四十八愿人都发这个愿。啊，这真正是跟阿弥陀佛同行之人。啊，阿弥陀佛的事业是我的事业，我的事业就是阿弥陀佛的事业，融成一片了。啊，三十心念佛事，大家很熟悉。这个法本是元朝时候，天目山。老和尚编的啊，这法本里就有两句话很重要。他说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界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此界。”中峰禅师说的。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的。啊，中峰禅师在哪里？当然在极乐世界。又会疏曰：“啊，会疏云，菩萨闻之，自发勇猛心。”啊，比及丈夫，比是法藏比丘，我一耳啊，他能发，我为什么不能发？啊，故能圆之满足大愿，特别是自己，我学了，我要发，我要。满足弥陀大愿，弥陀就是自己啊，满足无量大愿，只能满一切之愿啊，一切之愿就在往生净土这一愿，这一愿就是一切愿，你不能往生，一切愿都不能达到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切愿都能圆满成就，那不是假的。又往生论注云：“满足往生净土一愿，即一切之愿悉满足，故云满足无量大愿。”这一句话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愿望，很难达到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全都能达到。
啊，你一切愿都满了。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发个愿要想把它做到都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发个愿，现在人发愿都是求名求利啊，求财富，求高官，就发这种愿，能不能得到？能得到的是他命里有的，他命里没有的得不到啊。啊，命里面有的是过去生中修的福慧，这一生呢来享受。啊，大的福慧享天福，他到天上去了；小的福慧在人间。啊，福享尽了，很少有不堕落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在自己拥有名利的时候，偶尔做了不善的业呀，到福享尽了，那个不善的业就出现了，啊，果报就会现前。啊，所以古人有讲三十愿的，啊，第一是修福慧，第二是享福，享福的时候把修福慧啊忘掉了，造业了，啊，第三是福享完了，到三途去了，很多很多这个例子，不胜枚举啊，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能不小心不谨慎吗？几个人大富大贵还行大善，修大德行大善啊，他可以做得到，太少了。享福的时候人就迷惑了啊，也行善事，善事很小，微不足道。啊，这些道理，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记住《往生论》上这句话，多好。满足往生净土一愿，一切之愿通通满足。故云：满足无量大愿。坛鸾大师作论注，就是往生论的注解。啊，这是往生论注解上的话：何盘托出诸佛心髓也？何盘就是毫无保留。丝毫保留都没有，全部都拉出来了，供养大众啊！这是发供养，无上的发供养啊！法藏菩萨无界勤求啊，尽勤求所至大愿，只为众生能真正发起往生净土之一愿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原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你真正听清楚
搞明白你发愿求生净土，就为这个。慈悲到了基础啊，微妙到基础啊，殊胜到基础啊，啊，让你看到四十八愿，你心动了，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。啊，十方诸佛世界还都有缺陷，跟极乐世界一比，四十八愿一比，四十八愿圆满。啊，其他诸佛如来的愿啊是非常好，但是跟阿弥陀佛一比有缺陷。我们要求圆满大愿啊，那么这一愿，这一愿就是求生净土，这一愿就圆满含摄无量大愿他能发这个话说得很好，只为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之意愿，故我辈莫失凡夫啊。底下的话是念老劝我们的啊，你看念老是何等人物，但能满足此意愿，皆与弥陀大愿相应。弥陀大愿下面讲的四十八愿啊，那么我们怎样来修四十八愿？是不是四十八愿每一条每一条我们也修啊？每一条每一条修要费很长的时间，阿弥陀佛用了五劫的时间，我们哪有那么长的时间？我们只要一愿，他四十八愿全得到了。啊，哪一愿呢？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天天跟着阿弥陀佛，没有成佛，不离开阿弥陀佛。这肯定做得到的啊！一直到成佛，我才会离开佛啊！没有成佛，决定不离开佛。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！寿命无量啊！这第一大福报啊，有的是时间呢。啊，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极乐世界成佛非常可能，像慧明法师一样，阿弥陀佛一点你就开悟了，你就成就了，就证得无生法忍了啊，就圆满菩提了，无比的快速啊，这能不去吗？你看下面，便如一尘愿海，便与弥陀大愿同体，故云即是满足无量大愿。这真的不是假的
满足这两个字好，没有一丝毫的欠缺，这叫满足啊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满足了，见到阿弥陀佛就满足了，何等方便。我们就看这六句，何等之解，从古起修，直去究竟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，这得了吗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真的。是不可思议，是无法想象啊！真方便，一句佛号，海贤老和尚做给我们看，海庆法师做给我们看啊，海贤的母亲做给我们看啊，他的母亲是在家居士，86岁往生，走得多么潇洒，多么自在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告诉大家，我走了，他就真走了。海贤老和尚欲知实知，不告诉人。为什么？他不要人帮他作念，这个表法表得非常好，做样子给我们看，往生自己有能力往生，何必要别人帮助？他说得很好，要别人帮助是自己没有把握，自己有把握，何必麻烦别人？对呀，我们要学他了，自己要有把握，绝不求人助念。能不能做到？今天这一段，黄念老的这个开示注解就是开示，你真听懂了，你听明白了，你依教奉献了，你就能做到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因为他是从古起修，阿弥陀佛是古，不是因的直去究竟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直念下去，不换题目，也不必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古人讲尽中有正修，有助修。正修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助修也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欧耶大师教我们的这就是直取究竟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。我们要真正相信这一遍
我们学习大经科注是第四次第四回啊，前面三回重在解，我们得认识它。这一回呢，我们偏重在心，如何把我们所理解的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。我们希望得真实利益，真实利益就是决定这一生要往生，而且希望呢能自在往生。啊，自在什么意思？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，自己真有慈悲心，真是绝对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一切苦难众生，在这个世间多造几年罪，多受几年苦，不在乎，帮助众生往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跟我有缘的人都往生了，然后我就去了。这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。啊，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品。啊，课题佛令说业，啊，这里面分三段。第一段，正具说大心愿，啊，方为善。那么，首先这一段，陈述倾听，啊，法藏比丘在老师面前教导我们，四思之道，对老师的恭敬。圣学佛法学习的秉性，也就是学习所要求的是老实听话正干，这个秉性好啊，老实人呐，不怀疑啊，学习的态度真诚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啊，他能听得进去，他能保持，他能落实。真正的利益，这就是净宗学人的条件。这个条件不足，要把它补起来。为什么？不足啊，你这一生很难往生啊。那么很太可惜了啊！所以要学老实，要学听话，要学正干，
待人接物啊，生活、工作都要学真诚心。这个年头用真诚心，老实人吃亏啊，不怕吃亏啊，决定不能占便宜。为什么？占不到便宜。要真能占得到便宜，佛菩萨都会占便宜，占不到，结果怎么样？吃大亏啊！占便宜的果报是吃大亏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还是老实好啊，吃亏是福啊，不是坏事情啊！吃亏人消业障啊，业障消了的福报就现前啊！我们修的福，福不能现前，为什么？有业障啊，福没丢掉，业障消了，福报就现前。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是啊。啊，所以能吃亏，欢喜吃亏啊，绝不干不做占便宜的事情。能忍，修忍辱波罗蜜啊，有布施有持戒，不能忍辱，就得不到利益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说，一切法都成于忍，啊，忍才能真正得到利益，啊，不能忍不行，啊，大难大忍，小难小忍。海贤老和尚忍辱的功夫高啊，什么都能忍的，没有怨恨心，没有烦恼，天天法喜充满，这一品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品啊，念老在注解，在经的前面有介绍品题，就是介绍全经大意。那我们看第二行的发大誓愿第六啊。我们看念老的开始，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明训，这个佛是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教导他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啊，你把你所发的48大愿说出来啊，跟大家做报告，跟大家做分享啊，现在我们叫报告分享啊，让大众生欢喜心。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，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啊！48愿愿愿都具足无量无边微妙功德，
不可思议。啊，真的是大。大到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如真解月。四十八愿功德成就，而归依正觉。正觉之体，即是南无阿弥陀佛。是名弘誓本愿海，一名悲愿一尘，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。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，有誓愿不可思议，是以行卷以三十六句赞誓愿不可思议，以彰正觉功德广大。下面引用的是文，啊，是行卷里的原文：尽白一切往生人等，弘誓一尘海者。成就无碍无边，最深深妙，不可说，不可称，不可思议，值得。值得是讲功德到了基础了，到了究竟圆满了。何以故？誓愿不可思议故，悲愿欲入大虚空。诸妙功德广大无边故，犹如大彻，乃至犹如大风，普贤世间无所碍故，能除三有系缚尘，乃至开显方便藏，两可受持。特可顶戴也。我们就看这一段，行卷里面说啊，尽白，这是祖师开示里面自己谦虚对待所有听众恭敬，我们应该要学看古人一丝毫傲慢的习气都没有啊，对人这么客气这么尊重，啊，听众欢喜，啊，不是用教训的口吻来说，啊，是用啊恭恭敬敬向大家报告、请教的口吻，这难得了。这现在人特别要学的，我们就是缺少这个。啊，弘誓一尘，弘誓，弘誓大，阿弥陀佛大誓愿。啊，一尘是成佛，成佛才叫一尘。啊，成菩萨叫大乘。啊，成阿罗汉辟支佛叫小乘，啊，一乘是直截了当成佛之法。下面呢，赞叹成就啊，无碍，没有障碍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。
想做好事的人有，不是没有。能不能成就呢？障碍太多了。阿弥陀佛，他能突破种种障碍，那就是用什么方法？世尊灭度之前交代弟子两句话，你们要能够护持正法，一定要遵守第一个以戒为师，第二个以苦为师，你才能护持啊！要持戒，要吃苦啊，绝不怕吃苦。戒律指的什么？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一生没念过书，没有学过戒律，没有一个人不说持戒精严，以苦为师，这两句话他老人家真正做到了。那戒是什么？戒是根本，根本戒就是三规五戒。他在哪里受的？他受戒的时候，在那个时代，他那个时代，大陆上传戒是53天。肯定把三规五戒、沙弥律仪、比丘戒、菩萨戒都讲过。虽然不是很详细，确实是教导了，一条一条都老师都教给你了。那重点的就是三规五戒十善，这是根本戒。三规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学佛学什么？就这三条。第一条，皈依佛；第二条，皈依法；第三条，皈依僧。大小乘经都这么说法，可是我们看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出生的那个年代，佛法传到中国700年，700年的时间不短也不长，但是700年的沉船会有偏差了。慢慢的流于形式了。所以我在坛经里面看到，他老人家跟人家受三规，他不讲佛法僧。他怎么讲呢？你们看坛经，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他这个想法。那为什么这个想法呢？可能在那个时候，佛来的时间久了，700年了，一般人的概念当中，就是佛就是佛像，法就是经典，僧就是出家人，
啊，不过那个时候出家人还行，很像样啊，啊，真的持戒，真的学教啊。啊，可能就有这些逐渐逐渐大家概念上的时候多看形式了，实质的内容啊就少说了，那学法就会偏差了啊。所以他讲实质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，觉悟究竟圆满就成佛，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成菩萨啊。所以经上有一句说语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一个术语是可以翻的。为什么不翻成中国字？叫尊重不凡。为什么？他是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！学佛想得什么？就这一句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个正规方一点都不错嘛。啊，阿凡作无，耨多罗凡作上，无上。啊，梵文三的意思，啊，翻成中国。菩提翻作觉，啊，三藐三菩提，藐翻作等，三翻成正，菩提翻作觉，所以通通翻过来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菩萨是正等正觉，阿罗汉是正觉。这一个名号里头三个等级，用现在的话说好像是学位的等级。那么这三个名词是学位的名称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毕业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没有比这更高了啊，称之为佛陀。那第二个学位是觉悟，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成菩萨，三藐正等等于佛，他不是佛啊。第三个学位阿罗汉，他只有正觉还不能等啊，没办法跟菩萨平等，还没有等最低的学位啊，好像学校的学士，菩萨硕士，佛是博士。所以佛教里的这三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，应该拿到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吗？你现在是迷惑了，迷了自信的，颠倒形式变成凡夫啊。凡夫就是不觉不正不清净啊。佛是觉悟，他不觉就是迷惑啊。菩萨正知正见，今天讲正能量，那你是邪知邪见，负能量啊。阿罗汉正觉，
你不久啊，不久迷惑颠倒啊，所以佛法所修的觉真经，慧能大师传三规，叫人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他这样教法，然后再给你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你皈依佛是要念念觉而不迷，这真的皈依佛了，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，我依靠什么？依靠正觉。依靠觉悟，不再迷惑了。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，经典里面所说的，都是方法。你要依靠正知正见，不能依靠邪知邪见。那现在你看这个社会，家家有电视，家就人人有网络。网络电视里教的什么？杀盗淫妄，全是负面的，全是邪知邪见，这还得了吗？不教都学坏了，还要教他？这就是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变，原因在此地。我们要知道皈依僧，僧是清净；皈依净，净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提醒六祖，提醒大家，三皈依讲实质，不能讲形式。讲形式你没有得到真正三皈依，这才是佛的学生呢，有名无实不算呢。所以六祖说得好学佛，人家问你为什么学佛，佛是什么，你能讲清楚佛是觉真经，你要不要？你愿意听要那不是泥塑木雕的佛那不是佛教传的这些经典，不是正知正见出家人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他持戒律一个出家人一定是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能吃苦，能吃戒修行十善，修行六波罗蜜，这是僧出家之人。你不讲清楚，不讲明白，那怎么行学佛这进门，入门先告诉你佛讲的什么，最高的原理原则教导给你，传授给你然后怎么去做，落实在五戒，就三皈五戒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不偷盗不饮酒，不妄语，这五戒五戒的内容恰恰好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无常一个意思。无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仁者不杀，不杀是仁慈不道是义也决定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这是一义，是应该这样做法，它与自信相应。
啊，理不邪淫，不邪淫的广义，一切都不可以过分。啊，过分就不好了。啊，要知道恰到好处。理有节度，有分寸的，过于不及都不合理。啊，譬如现在的礼节规定，最敬礼是三鞠躬，那你要跟人四鞠躬就过分了，这不合理。为什么？巴结人了，啊，向人讨好了，这就不对。那我两鞠躬，两鞠躬你傲慢，你瞧不起人，啊，所以得有节度，啊，规定三鞠躬就三鞠躬，啊，不超过。也不能不到，这举一个例子啊。所以礼里面有不邪淫啊，淫有过分的意思啊。不饮酒是智慧啊，酒醉了就乱性啊。啊，不妄语是守信，有信。所以佛家的五戒跟中国人讲的五常意思完全相同，这根本戒啊。然后在家有八关斋戒，出家有沙弥律仪啊，这是具足三规五戒之外，想再向上提升，这是一个阶梯。啊，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，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的很多，很普遍。啊，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有受两三天的，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那边寺庙多，出家人多。啊，在家居士求受三规，这个求受八关斋戒很容易，很方便。啊，你去找出家人，他就会给你传授。啊，所以要持戒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做得好啊。啊，基本戒做到了，其他那些枝枝叶叶通通做到了，三句经戒一切唯一他都做到了。啊，肯吃苦能忍辱啊，真正是学佛最好的榜样啊。见到人亲切温和啊，欢喜。所以无论在家出家，男女老少都愿意亲近老和尚，老和尚非常慈悲啊，现身说法啊，真的是身行言教，他是以身教为第一啊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你有问题他给你讲解啊，讲解的简单扼要啊，让人听到容易记住啊，欢喜接受，影响很大了。我们建宗同学真的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啊，所以这个行卷第一句净白这个字用得好啊，实际上这是给我们大家在一起
学习、分享、报告，啊，这样的恭敬，这样的谦虚，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啊，应该学习的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